龟报道，小龟、小凯、龟龟系列。Lily 五四三海岛，我是 Lily。今天我们要去未知的世界。你还不想要去干嘛，对不对？嗯。明明想要干嘛吗？不知道。谁会猜到？今天是全部的色调。嗯。全不一样的色调。嗯，爸爸不是，爸爸只有蓝色，不是跟我们。内裤是啊。嗯，没有蓝色的。哦，好像没有蓝色。我们是天竺鼠的。天竺鼠球球。是按头，这是正常。来，蛋，好，哈，再来，我们趁机换可爱，噔。姐姐，你自己挑，你挑一只，大只、小只，大只、小只吗？小只，好，小只。哎，哦，很会跑，小只，一只就好了呀。姐姐，这个吗？一只就好吗？啊，饲料有吗？没有，没有哈，买一个小罐的就好了哈。哎呦，这只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姐姐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很可爱，好小哦。对啊。Hello， 要叫你什么？你要一只还两只？一只就好。不买两只啊？我可以让你买两只，你不要。嗯，那好，买两只。啊？再下去，没事，再下，跟妈妈下去再买一只。再买一只那个。好。喂。喂。哎，老板，我们再买。
这个叫小鸡的哈。好可爱哟。好，头躲起来了。包起来，用来。咪咪。哎呦，摔倒。哇，这山瓜好漂亮。拜拜，咪咪。嗨，你好，龟龟。叫斑龟不是吗？斑龟，斑龟。嗯。但是也很可爱。对呀、啊。我喜欢这样，就最后那个，他翻跟斗哎。喂。一只叫龟龟，一只叫小龟，好不好？好呀。一只叫龟龟，一只叫小龟，一只叫龟仙人。不要龟仙人。为什么？不喜欢龟仙人。龟仙人好啊。不喜欢。啊啊啊！好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乖乖乖，不哭。这只好像比较个性，比较急。急急。它比较小只啊，你看这只个性比较急的哦，要小心一点哦，它个性很急哦。有没有？你看，你看，它是在运动吗？它在运跑步吧。它已经，我的袋子可以感受得到那震动。好，爸爸，乌龟养到这么大只的时候呢，被阿妈送走了。对，阿妈。妹妹你要拍我，它应该学走路吧。妹妹你要拍，因为小时候从巴西乌龟也是从这么小只哦，养到这么大只的时候呢，这么大只啊、哦，这么大只。然后阿妈就把它送走。阿妈那时候在卖菜做生意，就有的亲戚来我们家说啊，你做生意都饲龟不好啦，人客的龟龟摸摸，哎、欸，你要拍到我，妹妹有没有拍啊？人客的龟龟摸摸，然后就把巴西乌龟送人了。好可爱哦！如果那只巴西乌龟现在还在的话，应该这么大只了吧？巴西乌龟可能这么大只吗？有啊，有可能。可是斑龟到底，我觉得斑龟跟巴西乌龟，妹妹你要相机要弄好。我觉得斑龟跟巴西乌龟怎么那么像啊？就是没有旁边那个白的样子而已啊。就是看好可爱哦。脖子那边的线条没那么明显而已啊。对啊。可爱哦，龟龟。哎、欸，他爬走了，他在想我怎么悬空了啊！赶快回来！你可以隔着那个塑胶袋摸他，你看他在你手上爬有没有？对啊。我把它拿出来好不好？不要不要。为什么？回家再弄。你敢抓他吗？不敢啊！我都敢这样摸他了，怎么可能不敢这样抓他？他在练走路啊。妹妹，你为什么？妹妹，你为什么不想养乌龟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因为这种水龟类的，他们一出生就是在小溪的环境。妹妹，你那天说你怕乌龟，它从壳里面跑出来呀、啊？是啊，它不会从壳里面跑出来啊。之前妈妈不是有给你看过乌龟的一个骨头的标本吗？它的壳和身体是连在一起的，不会跑出来。嗯，它不会金龟脱壳。它们不像金龟蟹。它有尾巴哦。啊，好可爱的小尾巴。你以后就叫龟龟，懂吗？龟龟、啊、取得帅气一点名字啊！龟龟，龟龟太普通了。龟龟，妈你个龟不行！火流龟，哎，龟流看，不要啦！那你以前巴西乌龟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它叫做林小龟。在我们家就要姓林啊。那妹妹你要取什么名字？林龟龟，龟龟。两只都叫龟龟啊！这叫这只叫龟龟龟，这只叫龟龟，龟龟跟龟龟龟，龟龟小龟。你怎么分的？那怎么分辨出来哪只是龟龟，哪只是小龟？这个它个性比较急耶。我也很急啊。正在练哦。这一只，等一下我还要把它翻动这里耶。为什么我点一下它那里，它就伸出来？嗯。啊、我还要把它翻这个。因为他一直在练习爬，然后我就要把他翻，怎样？哦，爬完了，爬完了。我终于有点……哎，怎么又开始爬了？才刚夸奖完你，你就又开始。他脚在动，他脖子在动。哇，他好厉害哦！里面是空气吧？嗯。对啊。才给你呢。他不在水里没关系。他是两栖的，水陆都可以。
乌龟是两栖动物。哎呦，好痒啊！你的脚掌不要一直弄我。我还以为它的脚掌那个尖尖的是爪子，结果只是一片一片。我来看我三，乌龟拿起来，三，二。来，小龟配合。三，二，二，好。为什么你那只脚这么肥？哇哇！我第一次看到它这样翻身，它就……哦，它长大以后，它成年以后，它的壳会比较偏棕色啦。棕色我就晓得那就是台湾乌龟了。我觉得现在小时候很像巴西乌龟啊。来，过来，乖乖。哎，这只听得懂我讲话哎。最大可达30公分呢，哇，好大只呢！小时候吃肉，长大吃草。30公分多大、啊？这样，多大、啊？跟我们一只长腿一样大。嗯，他只看着我。真的，他只看着我。看，他好认真看你。